香港繁荣兴盛，遍地黄金，人杰地灵。Q 王摄影大师，摄影技术好到无影。阮琼达化妆师，易容术惊人，凡物似物。令肥力明灯光师，黑白分明，阴阳匹配。秦的话。你哋有冇人打电话揾个主持翻嚟啊？快啲揾个主持翻嚟！当然，你当多冇好人啦！我坐喺度咁鬼耐啊，都未打架，我仲未食早餐噶。哎呀 ，sorry， 个主持而家翻紧嚟啊，等等。哎呀，好难啊，而家喂，唔好意思，你等我先，唔好意思，我迟到咗吓。哎呀，做咩咁吵噶？哇，仲未刷牙噶？哎，多花星小姐唔好讲咁多啦，我而家赶住出街啊！你再用啦，快啲，唔排噶啦，你准备，你睇住穿崩啊！哎呀，你睇住梳足头啦，准备，3、2、1 ，Q！ 各位观众早晨，今日我哋好高兴能够请到驰名中外、能够预知未来嘅多花星小姐，我哋讲解一周嘅星座运程嘅。大家嚟估，所有嗰啲。我哋好多谢兜花星小姐嘅，唔知兜花星小姐你仲要补充下咁咧？有啊，我见咗咁多个人啊，估唔到啊喺我星座里边话令到我心跳加速啊，魂飞魄散嘅男人会系你啊，好知啊！啊，咁啊，今日我哋好多谢兜花星小姐嘅，我哋访问已经完噶啦。哎呀，导演啊，我都话噶啦，唔会穿崩噶嘛，你睇下。啊，做咩事？你死噶？我啱啱先至嗌咳啫。唔系啊。咁即系叫我着条短裤？你话咧？呀 ，You have to stay， 你都有咁硬啊，抵你死啊，抵你死！阵阵热风纷纷吹。莫纷争，千热泪，千热泪，世间变幻，说轻碎。边个教我大鼻？你点大鼻？我喺私塾读书嘅时候，唔听老师话被罚抄书，足足冇咗3年自由。你咁点算大鼻？我仲大鼻。你又点大鼻？哼！我行军打仗的时候啊，唔听将军话，被判充军，足足冇咗30年自由啊！你咁都未算大鼻，我屋企唔听阿爹话，走去结婚生仔，足足冇咗成世嘅自由。哎呀！断是非要心间，默默低手说负累，说负累，我嗟叹大志不。边个教我大鼻？你点大鼻啊？我前日上中文堂，陈老师叫我唔准倾偈睇书，
我眼你睄都唔睄下佢。切，我仲以为你有乜咁大鼻。前几日我上弗兰西文堂嘅时候，阿山吹老师话唔准倾偈，你试下睇下书啦。我即刻就照佢吩咐咁做啦。咁你有乜咁大鼻啊？冇，嗰时考紧试啊嘛。步步自感一惊心，道道刀光见步累，见步累，信息际遇也争取。边个教我大鼻？你点大鼻啊？前几日我个好姊妹俾个西洋医生做手术，足足做咗三日三夜，争啲性命不保啊！我都系睇过佢一次咋。你咁就算大鼻啦！上次我个好爹爹叫佢做手术，做咗七日七夜啊，始终系咪救唔翻？我睇都冇睇过佢啊！哇，你真系好大鼻喎！使乜讲？我个好爹爹啊，咪就系帮人做手术嗰个西洋医生咯。睇过本台重播剧集《大鼻群英》之后，跟住系播映两套粤语长片。首先系有头东宫打虎头，接住另外一套系有金虎事就得金虎嘅。冇合，真系所谓屋漏兼逢连夜雨，我真系估唔到西宫娘娘佢咁毒，害到你俾皇上打落冷宫。家下族火燒冷宮，哎呀，真係聽啊呢殼啊齋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！母后，臣兒，我哋祖宗嘅開頭出場都係要受盡喊苦嘅，但係到咗最後，必定輪到我哋威水噶。你喺度做乜嘢啊？皇上。臣子问一个秘密啊！秘密？西宫佢唔系人啊！哦，东宫何出子啊，贤啊！因为我发现西宫嘅原形不露，露出嘅狐狸嘅尾巴啊！冇啊冇啊，皇上，东宫娘娘佢俾人火烧冷宫，怀恨在心，想冤枉我噶啫，皇上。东宫此话当真？当真？果然。果然。哎，父王。只是事太嚴重啦。好，就等朕查一查西宮究竟有冇尾巴先。今日开工嗰阵唔小心打烂咗只碗，我俾老板炒咗鱿鱼，佢仲咁你咪失业？你每日都有三毫子人工，可以买六斤米，而家我条命真系苦噶啦！唉，得我话知你哋咯，唔该你快交租啦吓，如果唔系啊，即刻扯啊！包租婆，你宽限多日啦，只要我写好本小说，就有两蚊稿费，到时候我就交租俾你啊！我唔理啦吓，总之一日之内唔交咧，就即刻烂尸。你点啊？哎呀，何文哥，你吐血啊！我真系冇用，秀芳，你唔好理我啦，你走吧啦。唔得噶，我一定要留喺你身边，无论如何。我都要留喺你身边，直到你个病好翻为止嘅。我咁穷，你唔怕挨咩？我唔怕，你继续写小说啦，你一定会发达噶，你一定会发达噶。秀芳，想唔到喺我咁困难嘅时候，你仲会对我本小说咁有信心嘅？哦，唔系啊，你知家阵啦，卖戏有钱噶嘛。咁如果你日日咁写小说，日日咁吐血，咁我可以攞出去卖啦。咁我咪好易发达。快啲写，快啲写啦，衰人啊！各位，
喺翻杯下午茶同大家见面啦，咁我睇下庄太为我哋准备啲咩餸啦。庄太，我为大家准备呢个餸咧，就前所未有嘅全港首富嘅。点会咧？煮餸不外乎煎炒煮炖炸几样啫嘛，点会又唔同嘅咧？啊，唔系噶，我哋呢个餸咧就要示范你睇先知噶。系，咁首先咧，我哋要准备呢个金条几条啦，啊，跟住咧就要开火炒啦。系，但系炒唔起唔紧要噶吓。咁就要落少少幾首《怒風銀行》落去，夠香口啊嘛。跟住咧就仲要啊，落少少呢個黃金啦，騎貨啦，仲有落少少呢個蘿蔔，咁咧就煎煎腸胃，又吊吊味咁。咁啊，炒幾多咧？落幾多？大家。你哋胃口啦，但系我按多啲嘅落多啲嘅。阿三太啊，咁而家天口气，应该加啲咩落去添咧？有噶，我哋咧就加少少呢个地产，就可以咧就冇咁张口啊，又显胃又去痰。系啦，好似都差唔多煮好啦，系嘛？未啊，仲有啊，落少少呢个呢个系股票啊，兜埋一个芡咯，咁就得噶啦嘛。三太啊，填咩啊？我做咩？咁啊，做人嘅嘢梗有赢有输噶嘛，你睇开啲啦吓。我都知道啦，不过我相信大家家庭观众咧都要系一样系咁炒噶，大家一定会比我炒得更精、更加叻噶，系嘛？祝大家好运啦！咁啊，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下个星期再见啦，拜拜。再见。左阵阵噶。左凳凳架，右凳凳架，有乜唔知就即管问架。系噶系噶，你知唔知香港第一个港姐拍电影嘅系乜名噶？系噶，你哋又知唔知道放映电影嘅香港戏院第一间系边间噶？你知唔知香港第一个电影女主角系边个噶？系噶系噶，系噶系噶，要知唔要知噶？广告翻嚟话你知噶。右凳凳噶，左凳凳噶，右凳凳噶，凳来凳去我就炒啲运噶。系噶系噶，右凳凳啊！既然咁样样，我哋要快啲将个答案话俾观众听噶。系噶系噶，左凳凳，香港第一个港姐拍戏嘅就系叫做李兰，嗰套戏就叫做《情艳》噶。系噶系噶，仲有啊，第一个放映电影嘅香港戏院噶，佢就系重庆戏院噶。系噶系噶，香港第一套电影女主角就系胭脂嘅林楚楚噶。系噶系噶系噶，左腾腾噶，右腾腾噶，时间到我哋要走人噶。哎呦，嗱是信愿，信佢有诚意，我的心永不变迁。日夜薄包苏欠水面，抗议怕雪藏有半年，真可惜，我一颗真心被欺骗。笑得欠自然，见惯了美人定加脸，似欠缺诚意，愿共事太过敷衍。愿面对崭新的挑战，过去嘅友情亦当缘，你我在投靠那时
位觀眾，而家係唔係新聞報導？娛樂圈由於環境特殊，所以藝人承受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嘅。較早前有位姓羅嘅藝員已經係大發修行噶啦。咁當事者好可能咧係看破紅塵與佛有緣，所以咧就遁入空門歸依我佛噶。咁近日咧就傳聞有位頗有名氣嘅男藝員，向來以演繹文初同埋古裝電視劇聞名嘅黃元申咧，已經離開咗妻兒，獨處於大嶼山某間寺院裏邊靜修噶。根據寺中人士透露，黃元申在該寺院已經居住了大半年時間，入住之後就隨即剃度，法號叫做顯身，而目前還和師傅雲遊國內，最少三個月後才可以回港。所謂佛海無涯，佛法無邊，近日娛樂圈中人越來越對這個佛學和佛法有興趣，如果這個趨勢繼續發展下去，不知道日後的娛樂圈會不會變成這樣呢？導演，阿彌陀佛，我遲到了。善哉善哉，應該遲的已經遲了，不應該遲的也都遲了。副導，導演，大概埋位啦。是，不過導演，最近我改了個法號叫做悟空，請導演以後不要叫我做副導，叫我悟空得了。阿彌陀佛，善哉善哉，施主請。阿施主啊，係呢度係啊。阿玉姐啊，呢度。阿玉姐，等陣間咧，你就同呢位師長。知啦知啦，得噶啦得噶。咁樣，阿導演得咯喎。嗯，Rocky Rocky 啊。老友，回頭是岸第一集第九場 Shot One Take One 拍板拍。阿玉，我喺嚟嘅地方，我而家去要去嘅地方。cut cut。哎呀，唔係咁樣做噶嘛。啊，差不多啦！副导啊，你一阵去买饭好唔好啊？全部食斋嘅。导演啊，都话我法号叫悟空咯。善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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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系啦，施主啊，你刚才咧啲戏唔系应该咁嘅，应该有感情啲噶，仲有讲对白时咁样先至有感情噶。导演啊，你话食斋嘅都咁噶。我系食斋噶，咁豆腐都系斋嚟噶嘛。我而家食紧豆腐啫。善哉善哉，哎，唔系，应该系唔该晒先啱嘅。各位观众，呢一节嘅唔系新闻报道已经报道完毕啦，咁跟住落嚟咧就系天气报告。嘟嘟嘟嘟嘟嘟。特別天氣報告，根據天文台預測，一股搲緊之風咧，而家係結集咗喺紅磡體育館嘅上空嘅。咁啊，由於個天氣逐漸咁樣轉涼咧，所以預測更加多嘅風波同埋風者咧係會侵襲本港嘅。咁啊，又有呢個風者陳慧岩同埋葉雅文吹襲本港，大概停留咗10日到6日不等之後咧，呢個颱風之王啊亞倫咧，亦都係侵襲本港。停留了大概是有38日，破了歷年來的紀錄的。各位親愛的觀眾，又是開會的時間了，快走啊！兩位，係到你啦，快行啦，快啊！放放啊，係快，到我啊！哇，開會啊，字幕開會！喂，老公，老公啊，打啦，打啦！乜嘢事啊？我啊，頭先我出嚟嘅時候咧，煲落啲湯喎，點知火水都唔記得熄火啊！哎，唔使驚嘅，冇事嘅，冇事嘅。唔係喎，等啲風吹下吹下，咁樣燒着咗，火都點算啊？都話放心咯，我頭先出嚟打擺之前沖涼咧，我都唔記得閂水喉啊！係係，打擺，係嚟。哈喂，話時話上個月咧，掛住嚟打牌，屋企冇人。哇！賊佬光顧我冇得2000多元啊，陰公！咁慘啊！咁你而家仲同我哋打麻雀，你唔驚咩？經過嗰次之後咧，佢有個方法喎，我將啲電視啊、電燈啊、電器全部咧著曬佢，咁啊賊佬以為有人，咪唔會嚟偷嘢咯。哦，咁咪好咯，唔會唔見錢咧。咁又唔係咁講噶。呢個月電費交咗3000多元啊！阿公，哎呀，開户啊！哇，咁又係你。
咁即係話，而家已經係夜深啦，請各位將你哋嘅電視機嘅音量盡量收細，多謝各位合作。嘘。